来了来了，闭上眼睛。哎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时间请大家赶快去事前预约一下，可以抽 iPhone 12 Pro Max 256G 一支，可以抽手机。那这个游戏是官方手游，请各位赶紧的。啊，这个就是你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后面剧情的发展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四处打听还是探索呢？它这个不一样的故事线啊，所以你的选择会不一样。打听一下哈，没有你的故事路线吧？可能因为选项而有所改变。啊，跌倒了，挡下车龙，轰！Soga！哦，太可爱了！来了来了，闭上眼睛。哎，不是这样吗？我的名字叫欧煞气 A 枪枪欧，嘿嘿。等到它开放的下载的时候，记得加我好友啊。记忆。然后这个还有剧情啊，这个其实蛮适合我上班的时候偷玩的，因为上班的时候就操作机台有没有？啊，操作机台中间总有些空档啊，好像一整个上班的时间就在看出动漫一样。然后你看又有这么可爱的角色，上班都不寂寞了，太棒了！明天夜班啊，刚好那个夜晚有艾米莉亚陪着我，老子直接在你工厂开火啊，老板！手机我直接玩起来啊，梦幻术师到底是？来了来了，艾米莉亚，战斗！这个有看过动漫的人应该会知道吧？不知道你还敢说你是雷姆教的？夸张！啊！四打二哎，好爽！这绝对海虐的。钢铁剑技！哇！也给他死了。哈哈，那扫把、哦、全体三次魔法攻击，那这个应该放第一只才对。等一下就把艾米莉亚直接放第一个，那一次就可以放大放那个群体的。等下被修一把。喂！哎，虐虐菜而已啦。それよりさ，怎么可以抽卡吗？储值了，没问题啊，我钱包就放在旁边啦、啊、等一下直接艾米莉亚跟雷姆直接放在一队，我就放两只，已经直接海虐对面。我们有多少点啊？刚忘记看。完了，我们只有第二一四，不要抽十次哈，抽十次好像太多了。欸、抽十次可以抽两次哎、欸。啊，抽了啦，雷姆，我来了。有吧？哦哦哦！这个，不是从零开始啊！太好玩了吧！我要再去买点数来储值。女仆 ，Coffee or tea？主人，太爽啦！再抽一次，等一下还可以再抽一次哎 ！Go！ 我要整队雷姆啊，各两个好了。再抽一个艾米莉亚，各两只。哦 ，Echo！ 啊哈哈哈哈！太爽啦！再来，该不会是这是双人组合吗？香囊金桃，还有一个啊，我被抽烂。艾米莉亚，哦，又是雷姆，这是刚抽到了、啊。看一下这个好了，第一张
体验不同于原作的其他结局。所以意思就是，假如你有看过全部的人，你还记得结局，你还记得剧情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反面的，但有另外一个结局可以给你看。所以我要来爆你们雷了，谁还没看过，我今天要把它玩完。嘿嘿，爆雷！哦，又来一次。跟你讲啊，这次我直接海虐啊，这次的我不一样啊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，娇小的金发少女。加马！誰か来た？誰だかわからないが。叫住对方，心怀期待。右边哦。は？啊？なんか死ねえけど、私ごめんな。強く生きてくれ。抱歉啊，你要坚强的活下去。哎，我被放生了。左右得意忘形的进攻，气势汹汹的进攻，哪一边？右边哦，得意忘形哦，哈哈哈哈！你好烂，然后冲过去扁他这样哦，是这种意思吗？那就进攻了啦，菜鸡，知识负二，为什么？哎，这就是我没智商吗？太狠了吧，太得意忘形，哎呦，我被揍了。救我，艾米莉亚！来了来了，谁的婆？哇，好大哦！なんだてめえは！今なら許してあげる。だから潔く盗んだものを返して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太香了。お願い。お願い。好香哦！哦，おとなしく渡して。哦，升级成工具人了，就这么丢着吧？太狠了吧？确定？这游戏真的是太好玩了。反正呢，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大家赶快去做事前登录。事前预约可以抽 iPhone 12 Pro Max 256G， 这游戏是原厂官方手游啊，原作者有加入新的人物跟新的剧情啊，故事线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不一样的选择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啊，所以你可以跟你朋友一起，就是你们可以选择，哎，你讲好，你选那个，我选这个，然后看结局变成什么，对不对？都不一样的，这样知道了吗？所以赶快去事前登录哦，卡桑。